港鐵點先有數？係嚇！港鐵根據可加可減機制，今年票價平均加4.3%，預計6月實施。咁咪叫優質服務啊？仲要加價？邊有錢啊？你老母！不過咧，我要承認，我翻工咧日日就唔係搭地鐵嘅。你竟然可以話冇若無其事咁樣 ，shame on you！ 你有咩可能咁樣啊？我哋以前同而家都一直為你家香港鐵路用心鋪出新里程。